用胜送爱赖索托，见女儿喷泪。有声最炮跑到非洲去了，他今年担任世界展望会代言人，转机两次花了超过20个小时，前往非洲赖索托进行关怀之旅。反正来到这片大地之后就发现，哇，就像后面那样，你看到他那个大地都是秃秃的，营养不是很够。他首站赴默克约梅拉计划区小学，和当地学生一起上英文课。 My name is Chris, I live in Taipei.还帮妈妈们做面包。我们做了很多面包，但是没办法卖，因为车子运不出去。感性的佑胜更真情流露，大烟上来那种感觉，所以眼睛都超痛了。所以昨天的就来赖水兔的第一个眼泪就在那个。暖爸别哭了，不是见到三个女儿了吗？我个人的支柱头，对，这位叫小可，这位是娜娜，那个是默默。女儿把佑胜的礼物紧抱在怀里，它是非常深深、非常深深的。一个地方，然后里面没有电。佑胜看在眼里，十分不舍，也很心疼。是那位小女孩跟我的女儿蕾蕾年纪是最近，所以我眼睛是一直盯着她。我开心看到你，你也开心吗？娱乐动物新闻，好粉，林心，耶！报道。